县城到我姐那里去玩了，她在县城里做生意，专门是做卖鸡卖鸭的，然后她给了一点鸭肉我拿回来，那我就拿来炒菠萝，菠萝炒鸭是我们这里有特色的菜。其实这个菜也挺好下饭的。
如果大家喜欢吃这样的菠萝炒鸭，就跟着准备的视频来做。也感谢我姐给了鸭肉我回来，祝她生意兴隆。喜欢准备的视频继续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更多的土特产，就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。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